先稍微休息一下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下台一起一鞠躬，一起说谢谢大家。真是太棒了！好了，谢谢小朋友们，要小心哦。哇，好了，接下来介绍我们舞台上的老师，我们是科宇乐团。接下来呢，为大家介绍我们的 guitar， 我们的光头吉他老师。
谢谢你。哇，刚才这个整个幼幼台有没有好多小朋友上来跳舞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有哎，上台了耶，而且帮他们训练胆量，多好，而且那么大的一个活动，每一年都要有。对呀，欢迎哦。哇，可丽乐团再次感谢他们好不好？哇，真的非常嗨，非常会带动我们现场的气氛。那么接下来呢？很重要的一。